你好，我们是全捷科技，我是高金海，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现在我们来做一个 Composer 的功能，合成器。那我们先用这个开启，那我们开启2啊 ，SIR2。那记住这边我们一定要用一个 Grayscale。那第一个就出现了，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加这个图层。加一个图层 ，OK， 那我们一样，这边要选 raster， 点阵图，我们开3，但是我们也是要选 scale，grayscale， 然后这个就加进来了，然后继续加这个图层 ，OK，raster， 我们把4拉进来 ，OK， 但是也是 grayscale， 好，那这三个我们怎么去把它开始做合成？那我们这一个，我们把它 blend。Blue 啊、，OK， 这个我们把它 blend 绿色 ，OK， 那这个把它 blend 成红色，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呢就跟我们这个原来的啊 ，Siri 234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 Composer 的功能主要就是哈。把它合成起来，然后因为这是三个雷达波段的长度，然后一样你可以把这一个把这一个这里面这个图层它的 property 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你要 make 这边都可以，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存档，存一个档，比如我们叫这个 SIRI Composer 这个，然后把它存进去 ，OK， 然后我们到时候你就可以再开启它。那开启的是用这个 ，OK， 那跟原来的这个一样，因为它是用原来的这些资料。那这个功能跟有一个叫这个 Composition 的功能是完全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Composition， 我们这边哦，2、3、4，那我们总要给一个输出啊，那我们输出我们就叫，我们直接在这边叫，我们把这个盖过去，2SIRI234，我们存档。然后我们这边叫做1234，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 ，OK， 好，那它已经存了，存了，那就是这一个图档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合成的这个情况，是完全的一样哈。那我们这边还可以看一下，如果按右键哦，加图层、减图层，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把红色这个移掉。哦，你就屏幕这边就移掉啊、哦、，OK。那加图层就是跟刚才的这个反向一样，那边加图层哦，在这边 OK。那另外你可以 blend 哦，别的不同的、哦，你也可以这边你做哦，我们这边 transparent layer， 那边就有一个白色的点，那这边就被透明掉。那不要的话，你这边再可以。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假设用蓝色，然后这绿色我们也不要，绿色把它换掉 ，OK， 那就也可以换成这个青色，那随你怎么去组成，但是这个必须要有意义的就是了哈。还有一个就是说 invisible 的问题，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我们按右键，它 invisible 它是这样子，它看不见红。红色，那你这边再把它加进来。那如果看不见青绿色的是这样，加进来；看不见蓝这个蓝色的是这样，那也可以两个看不见。那当然就是纯粹是红色的了。嗯 ，OK。那如果你不要这个红色，你这边回来，那这是它原始的哦。OK， 是它原始。好，可以，这个1跟3，那这个不要看见 ，OK。
哎，这边你还甚至还可以这个把它 blend 一下，让它比较变淡变细这样子，这边你也可以把它 blend 一下。那 blend 这个符号它就会变的，然后如果你在这边你要看它，但是你要把它这一个 transparency， 那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Okay， 那以上就是这个 composer 的基本功能的展示，谢谢。全捷科技，谢谢您，再见。